出去，搞错了，再来。那我上，等会儿我也说了，下面人，看见三更的，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？给俺回来。对不起，我爱你，没有你我无法呼吸。是真实，很危险。你想好了，马上就见。我喜欢你。所以说你醒过来，哥，怎么是你？出去！你是在给我暗示什么？滚！我们 NBA 绝对不可以放过任何一个球员。他给你的海面，灼烧以后更浓烈，感情在起点，忘了危险，不知疲倦，从前的笑脸学会了改变。